早上好，现在是九点啊，这场雨从几点啊？应该是还没有到六点就开始下，下到现在，都已经下了三个小时。我就在那边等雨停哦，因为我觉得可能是在九点的时候会停了，不过现在已经九点了，还没有停啊，所以我不懂是不是需要一个 Plan B 啊，或者就继续等哦，等到看中午的时候怎样啊？不过我的那些炊具啊，我煮东西的东西全部在那个石头那边，然后这条河开始有点涨起来的迹象了，不过还好了，还好了，没有说到很恐怖那种感觉，所以希望雨会小一点，然后我会吃一点东西，然后就出去。OK， 我穿雨衣是因为有点冷啊，然后我这个旧的fly sheet 哦，其实已经开始有点漏水了，所以你要睡觉的时候，它滴在你身体，整个人就飘起来，所以穿雨衣是一个比较好一点的方法。OK， 我等一下才 update 看我们能做什么。幸好我才有用 plastic bag 包着。不然就没有火柴了。好，先煮咖啡。三合一咖啡，哎呀，我死了，弄完它了，等下再去用过滤水，没有水了。不过小溪流的水好像又慢慢清洁回来了。OK， 所以水滚了之后泡咖啡，泡了咖啡我就继续煎蛋和煮，还有把这个好像是七月半人家送的那个沙丁鱼一起煮掉它，因为我需要很多 energy 走出去。OK， 咖啡搞定，淋到一点我的酒精乳满出来。OK， 这个要
一盆太大，我要用这个东西来顶住它一点，这样会比较高。哎呦，太高！其实是可以的。OK。好，我要煎蛋。放到水，战斗餐。再把我的沙丁鱼倒进去，哦哦，不能够出来。耶！
最少16 kg。Let's go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现在是1:20，我要 set 我的 Strava。昨天我们是12点走进来，现在1点走出去，1:20走进去。希望就是这样子了，天气。OK, let's start. 我不会走昨天来的路，我是再继续走，然后去那个他们去那个什么逍遥谷的那条路，不过没有去逍遥谷了，就从那逍遥谷那条路转回去，希望转得到，我不是很熟了。OK, let's see. 我希望路上会遇到人啊，问一问就可以了。Alright, let's go. 这里应该是下去很多那个小鱼的一个溪流，就是我 camping 的上游啊，我是从这条路过来，所以我会再下去应该就是去逍遥谷了。不辣。背包很重，东西是哦，是特别重。那我现在把我的 mirrorless 啊、镜头啊、脚架全部背在后面，只拿出这个 GoPro。山又比人慢，还要背这样重，你看这块石头，它其实也是有那些纹理哦。像我来之前拍那个，它是很深，这可能是比较年轻的，因为它是不是因为雨水的洗刷，它那个纹路越来越深，很有趣哦。看树生跟我拍 GoPro， 所以摇来摇去。有一个女孩子拿着雨伞，一个人来爬山，说要穿回衣服。哇，我这衣服是到完了。哇，不想开车。如果只是穿那件橙色的雨衣，会不会很变态啊？等下才想办法。